楼不就好了？你那讲哪个种人才欢喜叫人家老婆啊？是吧？那么我先回去了，有女再会吧。
办法一嘛。个人咁多个人喺度，都冇一个人打得赢我噶。你哋真系令我好失望。啊，黄色衫嗰个。太失望了，太失望了，终于可以找到对手添，点知都是个废物，废物废物废物，听不到我再讲，再听不到我继续讲，讲到你听到为止。是啊，好少我这些讲话这么实在的女仔咯，你的死习又迟钝又核突，样又唔得 ，taste 又唔得，居然连打游戏都唔得，我系你啊，跳楼啦！
帮我好啊！